什么？风云集团签约了宏伟？您现在应该知道林中说这个人有多危险了吧？季格如果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你的日子一定不好过。我看不如这样，来我们宏伟吧，这儿环境不错，也很舒服。我们两个双剑合璧，在公关界一定所向披靡。不会吧？那个格斗明星段勇一直在家暴自己的妻子啊？段勇？对。 那个中量级搏击世界冠军呢？他不是特别爱他老婆吗？我们有客户签段勇的代言吗？好像没有。那就没有你事儿了。你看到段勇家暴的新闻了吧？多好的选题啊！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多谈谈我对这方面的理解，省得你写浅了。听清楚了。 去找公关公司，我要最专业、最厉害的危机公关专家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在外边接私人的事务。那个我们已经了解过了，您啊是这个行业里面最厉害的危机公关专家了。是这样啊，那要不然我们先聊聊看吧。